Hello，东河喵喵卡丘，韦德5621，大家好，布丁神推旅馆，你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首先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午安啦，午安，午安，午安，有画面吗？什么画面？想说怎么是晚安，说错了，对不起。什么画面？卡丘，你看不到我的脸吗？卡丘，你看不到我的脸？有画面了。OK。这么早就要睡了吗？说错了嘛，说错了。可能子萱家跟台湾有时差，为什么我家跟台湾会有时差？说错，口误。停格时候就是没画面了。停格的时候我没有啊，我才刚开播，应该不会这么快网络就不给力了吧？本来昨天要去找安妮萱摊位玩，结果去玩游戏券就卖完了。不要难过，没关系。一定还有下一次的机会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次的机会可以来找我。对耶，昨天玩得好开心。对啊，你们昨天开心吗？游戏券不够酷，这样子也是不错的意思耶，代表我们的人气有进步，越来越多人想要来，是吧？嗨，超级粉粉手滑哥，跟你们互动最开心，呵呵，谢谢 Mr. 紫萱扇子很可爱，谢谢你们。昨天最后表演站在紫萱前面，好开心。哎，不错嘛，哎，今天就来看我直播，很好很好，小叮当很棒。昨天紫萱都跟布丁在一起，超开心。其实没有哎，我有那个第二次的那个摊位的时候，我没有跟佳玉，佳玉在后台，我写不出 report 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写不出来了？为什么手滑哥？我昨天好像找你跟布丁九次，有这么多哟，我是觉得常常一直看到你们很开心啊。还跟紫萱互相比赞，我很喜欢这样子，然后讲，很可爱，很棒啊！你们昨天都很开心吧？满脑子都是紫萱粉红色泡泡，谢谢你们。官方的党人就是不能用换的玩，组队失效了。是哦。其实第二批原本我是跟小迪是配在一起的，但是想说那个什么杰星跟雅恩已经配在一起过了，我就没有跟小迪姐姐在一起。昨天被紫萱纹针闪瞎戴墨镜，还被紫萱，我有看到你 Jack， 我看到你戴着墨镜。叶兰，我知道你昨天有来找我们。哎 ，Ken Channel，Hello， 对，你们昨天都有来找，玩得很开心，你们开心就好。昨天超认真玩，很好啊，意外被认知。对啊，我就看到你戴了墨镜，然后就跟佳玉说，你看他们都被我们闪瞎了。我后来只能站在后面边排队边听你们表演，没关系的。反正一定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看。是说最后我有冲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有看到，你有看到我的扇子是举云爵吗？有，我有看到，你还举了韩寒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的呢？我的 A 元扇呢？来不及买券，后来有去那边找摊位，层层玻璃，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真的。而且他是比较有大人的感觉，说话的时候。等一下，那个我能解释，那个我解释了，
解释什么？子萱午安，昨天想用丢棒球的方式，不然吓到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了。对，我真的被吓到了。我说，为什么有一只那么快的手，在快要伸到我面前来了，我就吓到了。我只有看到思雅老鹰抓小鸡那段，那我觉得这位是真的蛮好玩的。昨天喷到你水，有生气气吗？不会啦，我不会生气。守华哥故意的吧？真的是，守华哥你怎么这样？故意举别人的牌，然后站在我的面前，这样真的不行哦。子萱午安，比比小公主午安。笑死，昨天彩排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大声音这么大，玻璃不会破吗？哦，所以彩排的时候你们在外面都是听得到的吗？真的，你们都听得到的。昨天彩排你们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哦。昨天三个有，我有看到你，周和喵喵，我有看到你，在我的右前方，对不对？我有看到你，我的眼睛就这样，哎，扫扫扫，哦，看到好多人。子萱站我面前，让我认识子萱。那我知道你是谁了，小叮当。我知道我面前站着一个人，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你们前面几个跳舞。可是有时候我会看，我看到，因为我跟别人对到眼睛也会紧张，然后我就往下瞄，然后然后再看你们的眼睛，然后再往下瞄。你就去监狱好好反省吧。旅冠你说的没错，守华哥你去反省吧。没有啦，子萱午安，才没被什么什么什么的阿，才没欺负什么什么什么的阿华，阿华你欺负谁了？我本来想跟佳玉说，我也喜欢棒球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我要举你的应援扇，我知道，天天的我知道。没有，我真的举错，因为看到这么近，子萱完全疯了。我就是看到你拿着别人的扇子，然后这样举举，然后我就会看你，我说为什么没有举我的扇子？好了，没有关系，我等一下要去素食夜市美食吃美食。这么好，你要去夜市哦，我也想去。我也好想去夜市哦。好好，等一下我按广告。好，昨天我有去看你们，真的，比比小公主，谢谢你们。听得到哦，听得到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是说了什么吗？子萱午安，说了子萱午安，然后说听得到哦。彩排直接被爆雷。真的哦，所以你们真的都听到了，好尴尬哦。不对啊，可是我们有故意两首歌没有放音乐，我猜我们是就是新的那两首歌我们没有放音乐，就是我猜应该是原本那个你们就已经知道啦，那几首歌你们都听过，一定会表演的，然后新的两首歌我们没有放音乐彩排。你们都好棒，谢谢你听到音乐哦。昨天看到布丁跟子萱比动漫节更可爱了，该推表该改了。没有错没有错，我跟布丁子萱呢，我们就不要求神推了，我们两个就当个首推还是二三推呢，我都可以接受的。等一下竟然有看到到那时候我没拿你的扇子，你说什么时候啊？有哦，我有发现你的紧张。对，我真的蛮紧张的，因为就是近距离超级近的，我们都不知道其实那么近，真的很近啊，就是大概隔两三个人吧。没有，我被阿贝桑欺负。真的啊，啊你被阿贝桑欺负了，阿贝桑说了什么吗？后来我自己发现我拿错了，真的不应该，
最后的表演蛮精彩的，被妹子包围的感觉，有没有感觉突然很幸福？你突然有了三十个女朋友，很棒对不对？精心安排的呢。安安安 ，Hello Ben， Hello Hello， 我知道你昨天有来。紫萱心里苦，但紫萱不说，对我都不说。昨天紫萱跑到台下的时候，我刚好也站在边边，运气真好，真的。我那个时候，其实我在台上的时候，我就先看了一下，就是我要跑去的那一半边有谁。但其实我发现我都看不到，因为近视太深了，都看不到。我知道，我一开始之前我就知道阿华坐在那个站在最旁边，我有看到阿华。偶尔也不能太溺爱。咦，华哥，你说什么？真的该去蹲了。哎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那个，我不会念啦，不会念日文。冒险者数字君说的。你刚刚说外面听得到吗？我说听得到。你在回答我。我想说你在回答谁的问题，然后我都没有看，我想说前面的人都没有人在说这个东西，原来是我说的呀。昨天站 center 有很紧张，有很紧张，好紧张。那个时候就是要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要往前站，然后我就好紧张哦，因为不是要这样吗？然后就好恐怖，明明在彩排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恐怖啊，然后下面那个台下好多好多人，然后就好紧张。Only 哦，所以其实你们都知道有一首歌是 Only Today， 这样子真的，你们要当作不知道，然后很开心 Only Today 哦，这样子。勇往直前 ，MV 已经70万了，你们好棒啊，好厉害哦，那很快就可以100万嘞，这样就可以那个出二单了。上次去 Only Today 有漏音。你说五秒那个吗？你说你们在外面有听到 Only Today 前面吗？昨天有看紫萱，好开心。月亮，我也有看到你。先欣赏认识一下，那也要加推我，要推我。紫萱布丁表演辛苦了，不会辛苦，很开心啊，只是很紧张啊，因为真的第一次当那个 heavy rotation 的 center， 然后品牌又表现得很好，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啊耶，卡拉谢谢你。OK。真的很紧张，虽然昨天没有去活动，但看到照片，紫萱真的很适合穿，我觉得就很像学生的感觉。我们这次主题好像就是学院风吧，就是学生的感觉。哇，香什么蜡烛哦，哇，这么酷哦，前三推都可以的概念。你喜欢的人都比较年纪比较小一点，所以我要一起推。好的，记得。推我就是推佳玉，推佳玉就是推我。紫萱午安，桃花哥午安。大粉丝都很守规矩，真的很守规矩。你们就站在那一条线后面，就没有暴动，然后往前冲那种感觉，很厉害。看那些有些韩国明星啊，或是什么那个，就其他国家的明星来的话，那些粉丝一定会往前冲，然后冲想要去摸那个粉丝那个偶像，然后你们表现超好的，你们都没有就是冲出去。紫萱昨天也是最辛苦的成员吧，顾三次摊位，两次舞台表演，不辛苦，不会辛苦的，绝对不会，很开心，就是会累啦，我回到后台整个瘫掉，真的蛮累，因为其实几乎没有休息，就是一场完然后回去换衣服然后补妆，几乎就没有办法坐下，然后就要去排队咯，怎么换我了，这样子。
是该推起来了呀，大家闪亮的日子，日子闪亮的幸运吧。为什么是日子？还占 C 位？对呀、啊，超开心的，超棒的，我也觉得，你们也超棒的、啊。当时第一期是我在D摊，我就在子萱跟布丁家玉前面。你又来找我们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你是不是没有？我是不是又按到不该按的东西了？子萱昨天的歌站位都很不错耶。对啊，真的很棒，我也觉得很开心，公司能够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站在比较中间的位置。子萱甄选的时候我就在看你了，你当然是我的首推，谢谢你 Kenten 哦，我记得你啊，我知道你在 TP4T 的时候就常常看我直播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哎，我看到哪里？哎，我看到哪里？哦，跟我挥手的时候超害羞的，我一直这样子，哎，你们快点过来。可是我没有嘉玉这么活泼，嘉玉会跳舞，我不敢跳舞，会很害羞，所以就嘉玉自己跳了，好对不起他。闪亮的幸运的，对啦，手滑跟你打错了。昨天舞台全部看不到，幸好你们有到侧面。对啊，因为这是舞台的那个高度比较没有那么高，嗯，所以后面的人比较看不到，就是这是比较像就是祭典，就是没有专门的舞台的感觉，比较就像夏日祭典的感觉。我又看到哪里了？中文超难记的，烦死了。闪亮的幸运，闪亮的幸运，近视看不到呀。对啊，我近视，然后就哎，有我有看到你阿华，我有看到，因为你在第一排，然后最旁边，我就哎是阿华哎，然后其他人我看不到，然后你们有在举我的牌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眯眯眼，我看到我的牌子了，没关系，我有看到子萱，没关系，我也有看到你呀。看见子萱很开心啦，有我们的，有你们的我们也很开心。那你可以打日文，可是你打日文我看不懂哎、欸，都看不到，那下次不用拿扇子了，不要，要拿扇子。好啦，你最后也是在阿华旁边吗？你是不是前面的时候才是在阿华旁边？我记得最后那个什么 Only Today 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你在阿华旁边呢。Heavy Rotation， 对对对 ，Heavy Rotation， 记英文好了。对啊，我记得你是说第三场吧？你那场不在。对啊对啊，我是说那一场。练习时一定很辛苦吧？还好啦。就想到大家都在台下帮我们应援，然后就很开心，看到子萱 C 有开心，谢谢你们，子萱的演出有吸引到，谢谢你啊，小叮当，女冠比考会考紧张，这个我想想哦，我想想看他们的那个比较，我觉得考会考呢，就是一开始很紧张很紧张，然后在写考卷的时候，中间就是紧张，然后不紧张，然后就突然要打中了，然后超紧张超标这样子。然后跳舞的话就是，上台紧张，哎，好像差不多哎。你看上台紧张，表演到哎没有，应该是这样，就是跳舞，然后这是会考，那个曲线图。舞跳得很棒，谢谢你冠如粉粉。第三场啊，子萱说跑下来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我说那个 Only Today 那个时候你好像不在对吧，我就有看到阿华一个，要站在第一排我就看得到你们了，像那个哎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啦，就是每一场都站在第一排的中间的那个，然后穿着红色吗？红色还是黑色？
的那个衣服，然后长长的那个，哦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。他有来我们的摊位，对不起，忘记了。很常听的，只是我不知道歌名哪一首啊。没看到紫萱战戏，紫萱叫官方把影片放出来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不能去叫那个，叫那个公司做这个，我会被念的。紫萱上次唱《闪亮的幸运》，我记得还占二番手的位置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次我很开心，竟然有这个机会，超棒的。哦，你说彩排的时候有五秒钟的 Only Today， 难怪我们在跳那个叫什么啊，那一首叫什么 Love 修行的时候啊，然后你们大家都尖叫 Only Today， 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你们大家都在想 Only Today？原来是因为你们听到了呀，我感动到含泪喊哭，不要哭手华哥，不要哭了。有听到我们应援哭，有啊有啊有，我有听到，赞子好赞，所以你有买我的应援扇对吧？紫萱 Heavy Rotation 的 C， 手华哥在我旁边一直叫紫萱名字，害我也一起喊紫萱了，很好啊，阿华你。要喊我的名字啊，阿华跟手华哥都要喊我名字，你们每个粉粉们都要喊我的名字。裙子真的超可爱，可惜上半身还没有新的制服。对，没错，可是我觉得这样配也蛮可爱的、啊、就是白色的那个夏日祭典的标志，然后下面是我们那个比较可爱的制服裙。两首还会继续表演吗？我不知道哎，要看公司的安排。咦？怎么阿华你在怀疑什么？安安路过 ，Hello， 路过，那你要停下来，不要再走了。本来期待可以听到二单发表说，可是这次也很开心吧？听到两位研究生升成正式成员。真的超开心的，我一开始那个听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想哦，一定是小晴跟林一，然后后来就、哦、真的是他们两个哎，他们两个真的应该被升，他们两个超棒的，真的真的很棒很棒。昨天可爱哦，谢谢你忍者联盟，偶像教的好。子萱真的辛苦了，今天公司应该没练习吧？有啊，有啊，我刚练习回来呢，有练习啊。时间规划真的不够好，没有缓冲时间。我觉得公司应该会一次做得比一次好，要给他们信心，这样子他们才会有那个动力继续做下一个场次。我不知道啦，我乱说的。在想紫萱吧。要想我啊，日常卡刚刚干嘛了，哎呦不错哟，干嘛什么，我干嘛了，我做什么了吗？再看头像吧，你说我吗？你是说刚刚卡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看头像啊，我刚刚一直说话耶、欸、我没有卡啊，我没有在看头像啊，应该是卡了。但是布丁更可爱，忍者联盟啊，好了好了，你说的是布丁，我可以接受了。但是你也要觉得我很可爱，你都被带坏了，没有，布丁过动哎、欸，布丁是个很嗨的人。他真的好厉害，他敢在那个面前然后讲扭扭扭，我不敢，好恐怖，很恐怖耶。怎么失落了，什么失落了，被布丁带坏，才没有嘞，布丁才不会带坏我。昨天跟紫萱玩游戏，有啊，我记得你啊，叶兰。紫萱在我正前方，很可爱，等等加推，不用等了不用等了，现在就可以加了。原来你没看见阿华旁边的我，有啊，
在跳哪一个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你呀、啊，有。我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有看到你，但是在 Only Today 的时候，我是下了台，然后才看到你的。我在台上没有，在绿草地的时候，我在台上没有看到你在阿华的旁边。我有坐子萱的板子啊，卡丘，我没有怀疑你呀、啊。子萱午安，我是昨天有化妆去打招呼的那个男的，我记得你，我记得你，你化的妆很好看呀，这里亮亮的，很好看，你要有自信，来打个招呼。那以后也要来看我的直播哦，这样我会记得你。Kuro 吗？前面的日文我看不懂，有朋友推荐子萱，有个朋友有跟朋友推荐子萱，谢谢你叶兰。昨天有去找子萱的印象，忍者联盟有的，你们一定都有去找我的。辣台妹子萱安安，我昨天就那个有，我很认真的在做那个，可是看来那个大家还是不满意，我之后先练习好，再表演给你们看。昨天手滑哥跟布丁的修罗场，对呀、啊，哎，我在旁边看都不知道怎么插嘴了，这个线有点难捉摸。哪个线？你是说什么线？我觉得我是不是脑袋怪怪的？我都听不懂你们的留言，是不是我刚刚说了什么线？然后我又忘记了。好吧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提醒我哟。还有游戏卷，没办法站在第一排看表演。哦，你是说那个我们的游戏紧张时间曲线图，对啊，这样子噔噔噔噔。对了，子萱昨天记错人了，生气气，我记错什么人了？我记错什么了？对不起，我记错什么啊？高桥城，阿城是红色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是不是在念很后面的留言啊？哇，好好，我的时间跟你们差好多哦。好吧，那我先有一段有跳过一段吧，不过我还是坚持子萱是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布丁也是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禁止任何人分裂主权的主张。我看一下我是跳了什么东西了。哦，你说 Kuro， 哦，是一样的。 Sorry， 我看不懂日文，突然跟上了，笑歪。对啊，我直接跳过了一段，还是我要补回去念吗？我想说我跟你们的那个 tempo 好像不太一样。五分钟的留言。因为看了，我就想说，我怎么感觉那好像是我刚刚在聊的话题，怎么也差太多了吧？我就念新的吧，太好笑了吧？玩过我都看不懂你们刚刚在聊什么东西，真的是。我不是忍者联盟，你上面就写忍者联盟，为什么你不是忍者联盟？跳过就跳过，你看。极速紫萱，对呀、啊，想说跟你们看，跟你们那个话题会跟不上，我就一直让它过去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我们要向前看，没错，这句话不错，卡丘不错不错，还好布丁他没有太早说文珍的由来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文珍啊，就是什么，你原本那个嘉玉的名字是叫郑。哎，文珍吗？什么什么书姬哦，什么定书姬，什么什么回文珍啦，我忘记了。我记得原本嘉玉是要叫郑文珍，是吗？还是我忘记了？我讲错了吗？我有讲错吗？我有讲错吗？回文珍，我昨天找了子萱两次，还是被遗忘了。我有遗忘你吗？你上面
你说你不是忍者联盟，可是你上面不是写忍者联盟吗？丁，我知道啊，手滑哥姓丁啊，然后你就叫书记，丁书记，然后郑嘉玉是郑文珍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金鱼的记忆记性，对啊，我的脑袋真的，大概三秒钟左右我就忘记了。书记是我啦，紫萱的记忆，对啊，你是书记啊，然后文珍是嘉玉啊。布丁说他出生时算命师给他两个名字，嘉玉跟文珍，还是嘉玉好听啦。子萱要评论一下吗？我去你们摊位跟杰星说没丢中就气推，会不会太坏？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，才不会气推呢。我知道你觉得是开玩笑的，你要给我银杏吗？阿华。我的脑袋就是真的不太行。阿潘表示开心，对耶，我们有两个嘉玉，两个嘉玉真的比较好，虽然文真感觉蛮有气质的，但是嘉玉感觉比较适合那个布丁的感觉。忘得快似乎比较快乐，对呀，你这样就忘记，像我就是有时候生气呀，然后生气完大概过个，反正绝对不会超过一个小时，然后一个小时后就想说我到底为什么还这么生气呀，好像也没有必要这么生气呀，然后我就回复了。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点。昨天的双子萱跟双嘉玉太有趣，对啊，我们昨天双子萱双嘉玉，文珍是文静版的布丁，对，回文珍适合，不，嘉玉比较适合。我还没有忘记你推谁嘞，你就是推我。我是不是对一家比较坏？有吗？我觉得你对大家都很好啊。没关系，不记得我的才能做坏事。忍者联盟，我按进去你看一下。哇，这什么？哇，忍者联盟里的那个头贴是谁啊？那是美玲吗？那个刘海看起来很像美玲，真的假的？哇、哦、哇塞！我刚刚吓了一跳。好，那我就维持这风格。是美玲，我好，我吓到了，我不要再点进去看了。好吓到了，对，那个刘海是美玲的刘海。不要，我不会，我不要，我才不会做鬼脸。哇，美玲好厉害哦。有，我有说，我说那是美玲吗？因为那个刘海是美玲的。好，紫萱鬼脸也很可爱。没有，他是这样子，那个有点厉害。这个太厉害了，美玲，我敬佩。不要随便创造黑历史，当然了，所以我才说嘛，接到我的丑图的时候就是，第一个删掉它，第二个忘掉它。不要啊，子萱，怎么了？我不会了，我不会做鬼脸了。子萱应该会被带坏，有吗？我有变坏吗？你们觉得我有变坏吗？第三个广传没有啊，你都删掉了，你要怎么广传？Kuru 第三个传给布丁，没有这个选项，我们只有一跟二，只有两个步骤哦，两个步骤，没有第三个。紫萱丑图传给手滑哥，什么告白熊，你说什么？先来个心之广，忘掉刚刚的话题，好啊。我选择删掉它，然后再复我的照片。OK。
我这边帮子轩，哈，你为什么要帮我扣粉，删掉他，忘掉他？是说粉丝？不是，我是说截到我的丑图的时候，就是那个眨眼眨到一半就，哎呦，然后你们就咔嚓截到那种，就是删掉他，忘掉他。换头贴了，子轩记得昨天一个长这样的去找你吗？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又错了。你就在上面写 ice 嘛，你就写 ice 就好了呀。为什么你要写忍者联盟呢？你就写 ice 哦，你是不是那个日文是 ice 的意思？哥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没有等的。你是不是那个日文是 ice 的意思？哦，我看不懂日文，所以我只会念你那个忍者联盟，然后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忍者联盟，哦，我，好的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忘记你这个，哦，你在后面再夸我一个 ICE 好了，这样子我就记得了，你已经丑恶了，对不起。这小奶终于通了，不要欺负子萱看不懂了，我真的看不懂日文，哦，我一直忘记你啦，可是没有，我知道你的长相，但是我记不得你的名字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跟我们班同学不是在一起三年了吗？然后我到现在我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是常常在脑袋，然后就，哎，他到底叫什么？然后我就叫了他的绰号，我很不会记名字，真的，所以要跟我说绰号，还有不要日文，哦，像唱快外，像我都习惯写日文加英文，免得成员看不懂。对啊，你看你说 Kuro， 然后我就看懂了，我是进来欺负你，谁叫你抢我布丁？布丁是自愿的，爱死我没有抢你的布丁，布丁一直以来都是我的，我比你们都早认识他，你们输了，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，你们输了，很贵，住宿，同学好可怜，我记得他们，只是名字想不太到，所以我会，为什么要发一个白眼给我？谁贴一个白眼给我？我记得名字啊，就是要想一下，然后哎，对这个名字，我记得绰号，我是不是又跟不上你们的 tempo 了？取悦简单，对啊，你看阿华、阿手华哥、卡丘，爱死你，换成英文就不错了。然后什么，大家名字，你们看你们的名字都很好记呀、啊，你们都是绰号啊。我兔子翻白眼，贴纸怎么不见了？是你丢了吗？爱死，你刚是不是丢了一个翻白眼的给我？请问子萱应该比杰星聪明吧？杰星也是这样吗？杰星，哎，我是不是一直在播广告？我们也是，没有，我在甄选前就认识布丁了，这样你们都不知道。我们其实很久以前就有共同的朋友了，你跟布丁一组实在太辣眼，你没有来看我们这个 CP 吗？翻白眼怎么变了？它变成一个圈圈，然后翻白眼。还好我没用我的日文名字，你打了我也看不懂啊，喊我兔子，哈哈，你没有兔子翻白眼。不然子萱一定认不得我。对啊，我看到日文我就会直接好记不得。可是我知道你那个忍者联盟那个前面是念爱死，我已经记得了。你好，我是吕冠。好，可以的，布丁我的，所以翻白眼。什么爱死，你说什么？我等一下去跟布丁告状哦。毕竟是追星，我才不想透露出本名呢。
那你的本名就叫卡丘，姓卡名丘。那只兔子耶，我是不是没有被别人丢过那个兔子翻白眼？重大发表，从今以后子萱的活动日文禁言。没错，我看不懂，我也听不懂。你跟我说日文，我只听得懂什么？阿姨西特鲁啊，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哦，孔巴哇那种的，就是比较大众。哎，还有那个欧尼讲跟欧内讲那种的，我才听得懂。喂，我的 tag 爆炸了啦！不代表你们认识，有啊，我就有认识他，我是不是又晚了你们很多了？我要不要刷掉呢？那下次我去找子萱讲日文跟韩文，不行 ，no， 阿里嘎多，哦，这个我也可以，阿里嘎多 ，IKEA， 什么 IKEA， 我也翻。过你白眼，只是你忘了，对不起，我又忘记了 ，sorry， 没有，我现在我会永远记得你念，你是叫 ice， 你那个日文那个，哦，看不懂啦，这什么，真的很奇怪，你那个中间名就是中文的那个人，为什么是念斯呢？好奇怪，铁路吗？洗什么铁路？拜拜，上课去，拜拜，爱死，拜拜。我要去跟布丁说你欺负我。我叫欧尼酱就好了。哎，旅馆你叫欧尼酱吗？但是你们昨天 Only Today 不是日文歌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都不知道他的歌词在说什么呢。就是被那个发音，就是听久了，然后就有那个音的感觉，就像听韩文歌那种 feel。你那是阿依西，哎，不对，那个字不对，阿依西铁，哎，好，那不对，你在说什么？看不懂。Kuro， 你那个全部日文是什么？你最后那个字是死，对不对？那个很像人的东西。Ikeman， 你是手滑哥的意思吗？那个人是念E哦。是啊，所以那你最后是念一，可是爱是念 I， 可是爱死的那个人是在中间呢，那为什么念爱死？子萱决斗啦，好，我跟你拼了。歌词是看拼音唱的吗？我没有看拼音，我是背那个音的感觉。会听韩文歌？会啊，我会听呀。怎么背歌词的？想办法背那个拼音啊，那个，哦，就是其实我不会单唱，我就是听到歌，然后跟着那个歌的那个旋律，然后就唱出那个歌词。超绝，等等等等等等的片甲，你现在打的我还是看不懂呀。Iron， 笑死我，嗨 Iron Man， 我还 Iron Man， 你是。什么什么面？谢谢手滑哥送我告白气球，有樱花耶，是新的吗？一放弃就感觉开始任性了，真的啊，不然呢我就看不懂啊。gay 以 gay 面，日文帅哥的意思，以 gay 面，这什么奇怪？真的以 gay 面。是这样念吗？我是不是念错了？感觉好奇怪哦。Akiman， 为什么是 Akiman？ 这什么歌啊？哦，这是广告。去韩国两次，看 GFRIEND 跟 IZONE。GFRIEND， 我也喜欢 GFRIEND， 我也喜欢 IZONE。哎呦，有共同兴趣哦。超绝卡哇伊的片假名啦，超绝，为什么卡哇伊要加一个超绝啊？请问有看到我的布丁吗？你说我的布丁吗？爷爷，我没有看到，啊有啦，我今天有看到，我们今天培训的时候，我跟他站在一起跳舞，
公司没有要求团员多少要会一点日文吗？没有耶，没有，没有要求，还是不要念日文好了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不念日文了。子轩竟然有共同韩团推团，当然有了，会看 GFriend 的不多，真的吗？我们班很喜欢，我朋友有一个就喜欢 GFriend， 我们班有两个 GFriend， 超级喜欢 GFriend 的人。等下开台打，哎呦，我又按到了什么？等下开台打台语，子轩也看不懂哦。我听得懂，我不会念而已，就是那个音很奇怪。其实很简单，只有五个字母而已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学的。一句日文用中文注音。英文打，我之前在背台语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之前国小的时候有台语课啊，然后上面就有注音，就假如假爸爸，然后那个假就是 ger， 然后轻声，然后爸就是 ba 四声，然后 boy 就是 bua boy 这样子，我都是这样背起来的，就是。对，我知道，我朋友有抢到票哎，他抢到票了，两个人都抢到票了，昨天 GFriend 的售票。子轩知道我对韩团会起疹子吗？为什么会起疹子？不太会台语呀，我会台语。小女友演唱会一下就买光，对啊，可是我朋友有抢到。他很开心的在他的限动上面，然后写陷入常考，什么台语课真是太欺负客家人了。有啊，我们学校有分客家课，客家的，然后台语的跟原住民语的，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客家的话，你可以去选修客家的，可是我们国中就没有台语课这个东西了。我没太多兴趣，之前子瑜新闻我才关注了一下哦。子瑜也是我的女神，比布丁好。你们该去教教布丁了啦。子轩没有托朋友抢票，没有哎，我没有到这么的那个推他们，就是喜欢他们，我会听他们音乐啊，或是追他们参加什么活动，但是不一定要看演唱会，而且我很穷。我没有 money， 可以多多关注 AKB48 Team TP 的女孩哦，对，要记得关注我们哟。思考比较直接一点 ，IZONE 有樱花花，你说 Sakura 吗？你说小樱花吗？知道啊，当然知道，因为我也很喜欢她，是不是创造101的？对，是，我是。播那个就是，讨厌，为什么我直播一定要打电话来？真的是，马尼在马林啊！突然说了现实的问题，浅浅，对呀、啊，买什么电话来？对、啊，每次直播到底是谁？你们传十招来，你们到底是谁打进我们家的电话？每次直播一定都有电话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小华哥，你打的对不对？真的是，不要再乱打电话了啦，真的是。每次周日这个时候，对啊，到底是谁啊？每次一定要现在打电话。哦 ，money 等于 money， 抱歉，每次都我打的。综合喵喵，所以你跟小华哥是同时这样按出去这样吗？哦 ，money 等于 money， 不要打电话，对呀、啊，小华哥，你怎么一直打电话来呢？要让偶像去看偶像，这不错，没错，你们说对了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打字太慢，想用电话说比较快，还是直接让你那个录音起来，然后在这里 play 这样，哇。我终于把你们的留言看完了耶，哇塞，我看完了，电话大家都要抢，
下次直播前把电话线拔掉。哎，我知道，你知道有一次，我忘记是什么事情了，反正我们家就直接把那个电话，就是电话的话筒，然后直接把它拿开来，就打不进来了。掌声鼓励，谢谢阿华。可能是百万大挑战 call in 给你。你说你是说你在恭喜我看完那个留言对不对？你看我现在看到最后一个了，我看到了手滑哥Kuro， 各位可以追踪主播子萱的 IG 哦。没错，我是 Annie， 然后 AKB48 Team TP， 我是台北的台先生，你明就是丁先生，你才不是台先生呢。话筒，对啊对啊，谁先接待子萱有惊喜，所以是你们打来的，才不是嘞。如果是你们打来，我爸妈就不会是这个反应了。我是杨杰爷生先生，你是杨杰爷爷，布丁一直叫你奶奶耶，为什么呀？布丁为什么要叫你奶奶？你明就是爷爷，还是你是阿座？你是杨杰阿座，超喜欢看紫萱布丁跟手滑哥玩游戏。你说最后那个吗？水球，那个距离原本是这样，然后最后就这样子，这个距离才是刚刚好的。留言看完了，活动结束了，可以不用管留言了。没有，你们现在要开始留言了，应该直接接起来，然后扩音实况。我不是实况族，不行不行。我昨天有看到你，可是你要不要放个那个头贴照，这样子我就会一直记得你，像那个艾斯啊，我现在一定会记得他了。拜托，下一次直播要记得他。哎、欸，我不记得他的话，你们要提醒一下哦。可是我应该会记得，搞不好我们跟你父母也有共同的朋友啊。真的吗？这么令人怀疑。你昨天不是说要推我？什么推你？为什么变阿祖了？对啊，杨姐，你要当阿祖还是爷爷啊？还是你其实比较想要当奶奶，还是你想要当布丁的奶奶？为什么你会变奶奶呀、啊？为什么你是奶奶？杨杰问号，杨杰没有问号。我们打进去是不是直接被挂掉，然后报警？才不会嘞！你们要是真的知道我们家电话号码，真的太厉害了。谢谢子萱送的小菜哦，听说手滑哥昨天请大家吃小菜，我有看到你们的线动。我知道那一间你们去吃的那一间店是不是在国父纪念馆那里啊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子萱很大方的，我没有请这手滑哥。幸好去找你们的男生好像只有我会化妆，不然被遗忘。对啊，你看那个 Kuro 化妆，这让我就记得他了。直接挂掉？什么直接挂？谢谢子萱请的小菜，我们决定推手滑哥。你们决定推手滑哥？你们要决定推子萱呀。杨杰真实年龄，对啊，都打过那种二战的人，应该真实年龄应该很恐怖哦，应该可以当我阿祖了。现在call布丁就可以知道了。对，我也要谢谢子萱的小菜，我现在不能call布丁啊，这样子杨杰你就听到我的布丁的声音了，这样不行，你们不能现在听到布丁的声音。我没吃到小菜，下次还能去吗？阿华，你竟然没有吃到，
对啊，在国父纪念馆那边，你要不要去踩点？其实我常常去吃啊，我之前常常去吃那一间，所以你们 Mina 像之前不是有拍照吗？他一拍我就知道在哪里，哎，跟小迪嘛，我就知道在哪里了，因为我有去吃过。好，薄弱，下次可以打招呼。你不老，大家都不老，推子轩的小孩才有糖吃。对啊，哎，我们都对那个萌妹子们很好哎。就看到萌妹子来，然后我们就会对她很好，假如数秒就会十，然后很久之后才九，这样一秒就用完了。为什么布丁的声音？为了布丁的声音，我什么都愿意，可是我不愿意呀、啊，我不要给你听布丁的声音，杨杰爷爷，拜拜，我不要跟你听布丁的声音。不行不行，因为布丁是我的。有龙虾吃哦，怎么没中？龙虾，你们去吃龙虾。也有踩点呢，子轩都点什么下去吃？去吃，我去吃什么？我有吃过他们的那个牛肉面，还有什么啊？还有小笼包。哦哟，卡拉，谢谢。等一下哦。OK， 结束了。不要看不起我的壳。布丁我的，有龙虾都不揪的，都不找的哟。布丁我的，杨姐你不要再说了。我昨天点的半筋半肉面。这是我妈妈会点的，我不喜欢吃那个有筋的肉。子轩跟布丁明明都超好，每个人都慢慢倒数。哦，对啊，我们要让你们过关，这样才能跟我们击掌啊，这才能击掌耶。那子轩不能吃，子轩最聪明，只是有点呆。才没有呆嘞，我没有呆，我很聪明的。那是布丁，什么布丁？我现在又把你们留言看完了，只是比较天然。对嘛，我没有呆，我才没有呆嘞。最后表演有偷放电，有吗？我做了什么？哎，你说明一下，我做了什么？会不会去那边吃小笼包？有啊，我之前我蛮喜欢吃小笼包的。狠话昨天一直欺负我，沈华哥不要难过，我是自愿的。好啦，我不要再说了，再说了就不要了。请问沈华哥昨天捞了多少颗？好像十加十，好像二十颗左右。艾斯也捞二十颗啊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傻眼。要变皮卡丘放电，有吗？我有放电吗？真的吗？我说眼神很迷人。哦，我以为我做了什么事嘞，我想说我有吗？其实我觉得可以吃三龙，怕吓到你们。吃三龙小笼包，哇，这么厉害！吃两龙卡丘，看不出来哦，可以吃两龙哦，这么厉害！要嘛就把篮子放很远，要嘛就是数数很快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吃不胖卡丘，你这句话太伤人了，我也想要吃不胖啊。最后表演眼睛都停在你身上了，谢谢你小叮当，都被欺负。布丁没有错，布丁是对的。我们只是想要，因为你来很多次，想要给你那种挑战一下。然后后来的人我们就会问他说，你们要简易版的、挑战版的，还是没有，就这两个版本的。可是每个人都说他们想要简易版的，为什么啊？不是玩游戏就是要挑战一下吗？
骷髅，你也是吃不胖那个，讨厌，你们都吃不胖。中午安安 ，Hello 帅源 ，Hello， 午安安，午安安。昨天只靠早上一颗，对，你们是不是很多人昨天都没有吃饭啊？为什么不吃饭？你们应该可以带东西进去吃吗？不行吗？不行哦。为什么不带东西进去啊？中午就开始排队，是不能带东西进去吃哦。哦，里面不能吃东西哦。啊，好可怜哦，你们饿了吧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吃什么什么什么家当什么什么家当早餐？骷髅，你又打日文了，不是吗？禁止日文呢，你们不能再打日文了。我昨天真的没吃饭，啊，好惨哟。我们还有吃耶，我们成员有吃，我们吃了个三明治，这样吧，三明治当午餐。然后我就听到你们都没有吃，真的好饿哦。在里面不会饿，好神奇，真的不饿吗？我们都饿了耶。其实我有看到很多人哟，肚子哦，因为很认真的在跟我们玩游戏。对啊，那个是店的名字，但是我不会念。油脂酸，我一整天都可以不吃。你们这样子会变态，不行，你们这样子会变瘦，这样子就看起来我很胖，不行。子轩有没有觉得昨天手滑哥很消瘦？有，他变好瘦，真的。昨天我也是没吃午餐，一路到晚上。我昨天活动一结束，然后就马上去吃饭，太饿了，真的。然后日本料理哦，很可以，小叮当辛苦你们了。比较大，可是你们很辛苦啊，你们一直排队。我记得我们早上去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你们了，然后就跟你们 hello， 就看到你们了耶。Apple ID 都扫描不出来了。小华哥，你昨天手机锁住是吗？下次有机会再好好认识哦。好啊，然后你要一直看我的直播哟。说他被子轩好，子轩不会说话，刚刚有莫名的停顿。手骨头，我现在有长肉，你看有现在有肉肉了。要减肥了。对，要减肥了，好讨厌哦，不想减肥啊。昨天在台上是不是被诗雅欺负？才没有，我真的量过，这样把它抱起来的时候就称到了大概39公斤左右。应该只有那个变小，不会变多，最多最多就39公斤嘛。安安 ，Hello， 膝盖帮鱼好，饿了一整天，挑战肉魔王超棒。什么？你们去挑战那个什么吃很多那种东西吗？需要减肥？有，那么瘦还需要减肥？需要，真的。说不减就不减，我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嘛？你们不都喜欢那种脸凹陷程度减？哎呦，可是我的脸就是没有凹陷。子轩战 C 超棒的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你看我都帮他称过了。大胃王嘛，真的有，你们去挑战那种，我推脸推。越推越远哦，哈，那我不要再推了，这样子会越来越远。昨天回程车上开始注意子轩的 Instagram， 那要一直注意下去，然后一直看我们的 Instagram。 子轩，你下次抱我看是不是也39公斤。是，你们都39公斤，是要变成之内哦。
我看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很可爱，不需要减肥。对啊，这样子就这样圆圆的。啊，卡丘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看，宇豪跟卡丘说的。子萱今天说太多谎了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说谎。我也搞不好可以有善意的谎言，不要欺负我，不是我欺负你，不是我，凶手不是我，是他们，是你们，是你们。偶像也有滤镜，你说这样戴上去，哎，全部人都39公斤。刚开播前已经把子萱追踪了哟，谢谢你小叮当，抱得动我，我太瘦了，我也觉得枯荣，我应该可以抱得动你，很有力气，肌肉，没有，可是我其实，哎，谢谢手滑哥。谢谢，我很诚实，我48公斤，耶，卡丘，我比你瘦，好了，这应该是应该的。发现这台很难截图，为什么？我做什么了吗？很难截图哦。能把我举起来耶，杨姐爷爷，你在说什么？布丁说过的吗？所以子萱不用减肥了，没有，那是那个为了好看，因为镜头会放大。以前超诚实，什么诚实？我也很诚实，比子萱重10公斤，你知道我几公斤哟？这么厉害？真的能把我举起来啊？你说这个哦，这个是杨杰，然后这样举起来，这样吗？你才39，什么？我不是29，杨杰好瘦，杨杰，你看我把你举起来，你好瘦。布丁是不是可以把子萱拎起来？可以吗？我没有尝试过哎。我粉丝滤镜很重，你是说你看大家都39公斤这样吗？为什么是39？哦，因为我说诗雅是39公斤吗？布丁力气不小，嗯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跟他比过腕力，可是挺感觉腕力好像是那个有那个什么、啊。腕力是有诀窍的，谢谢 Cantano 送我真情告白，想被布丁揍爆，布丁才不会那么失礼，他不会揍你们，他只会说一说，然后你们就会自己跟他道歉。我想喝口水，等一下哦，我喝水。腕力大赛，那我要先知道那个诀窍，然后再跟大家比，然后我就会赢了。子萱蛮高的，我有很高吗？我没有很高啊，我算是台湾女生的正常吧，正常也就高一点点而已啊，因为台湾平均是160、161啊，我也只高了一点点，没有很多。布丁都家暴我。没有啊，没有家暴这两个字啊，布丁又不是你家的，为什么有家暴这两个字呢？杨姐，你是不是打错了吗？下次试试看，不高吗？还好吧，正常正常。162，16对啊，162、163。配子萱，我没有，对不起，我又得罪了你们吗？对不起。我一直得罪人。
我对不起你们。没关系，这身高很不错，不像街心矮冬瓜，但是你还是很喜欢他呀。Kuro， 不要说他矮冬瓜，他是你最可爱的矮冬瓜。身高刚刚好，原本我以前的目标是长到165公分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我好像长不高了，我要喜欢现在的身高的我。有，我很努力的在跟每个人对到眼，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不太会跟别人对到眼那种。165太高会吗？165那个身材比例比较好，太高就不偶像了。是哦，所以偶像就是小小矮矮然后可爱的那种。那个品涵是标准，很可爱，他真的好可爱，品涵。现在已经是最萌身高差了，不用道歉，一定都是我们不对，没有，我是习惯性会道歉，还有谢谢这样子。我昨天下校怎么长这么高？小妹本来就很高啊，腿长，腿真的超长的，然后又很瘦，好羡慕。我被时空裂轨，说你是阿祖啊，叫以后叫你阿祖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叫你爷爷。就被子萱揭穿了呢。你上面就写唯真爱杰心，我怎么可能不揭穿呢？品涵只有35吧，品涵也是30几啊，品涵超瘦的耶。172，你说谁172？你说哦，熊妹172，超棒的，完美身材耶，完美，超完美，就是我们女生很希望可以达到的身高。哦，然后杰心吃醋的，是这样哟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的心也是这样觉得的。就要坚强，害我不想推熊妹成了乙。什么？你要推要推？熊妹这么好，什么完美很好，我就不推你。怎么这样？一七六可以当抖哎，很棒耶！想推长城，只是说不要打借口。卡丘，你看手滑哥，卡丘又推，又推翻你了。我怕被警察抓。哦，因为长城太可爱了。说你怕被抓是吗？176的身高很好啊，你也很高，不要欺负子萱。FBI 校友应该会回美国了，你们是不是又在聊什么东西？我不懂的。天母附近的听不懂的东西，哇，已经6:16了，4:16哟，这么快哟，外接智商，对啊，他的身高真的超完美的，然后那个好瘦，然后哦好棒哦，校友来台北开会，真的有 FBI 哦，你们要去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会知道这种事情？今天一个半小时，对，今天一个半小时，我就在那个联合直播的时候才会是2小时，还以为才刚开始，真的哦，会抓萝莉控哦，真的，哈，为什么要抓走萝莉控？我们是想要被 FBI 抓走的粉丝。新闻有写，对不起，我都没有在看新闻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台北人。为什么要抓走萝莉控啊？阿华都常被抓，他真的会来抓你们哟。欧美对对，真的哦，这么恐怖哦，他们还会特地来台湾，然后这样抓萝莉控啊。那粉丝都很危险吧？对啊，可是喜欢
可爱的小朋友又没有错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不，你是我的心上人，帅人，你又要开撩了是吗？现在留言要非常小心，真的、子深是不是想偷笑？什么想偷笑？如果什么？如果对小女孩动手动脚，就会被 FBI 抓。反正就不能对小女孩动手动脚啊！你们又不会对小女孩动手动脚。动手动脚就是不对的，只是喜欢小萝莉应该也没有错啊。对啊，我都跟晨晨说你好可爱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说好可爱？为什么说好可爱要被抓走？还好布丁已经不是小女孩。这样下去，我晨晨说了什么？对啊，我都啊，子深认真。哦，你们在骗我是吗？所以 FBI 是真的是会抓萝莉控，只是没有说这么严重，是这样吗？会不会被诈骗？不太懂这方面的细节吧？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会不会被诈骗？所以你们又在骗我了。算了，我以后不要相信你们了。不要去 ATM 转账，我没有信用卡。解读没错。什么啦？哎，好难耶。会抓比较严重，萝莉控哦，很严重。你是说会就是动手动脚，然后会有那种变态心，就是变态的那种想法的那种人吗？可以相信我，我都对解心以外的成员。没有，在你心里你是对解心最好的。进门前会喊麦当劳欢乐。你是被找过，然后都知道没有干嘛。这骗人的，真的是帅人，你是骗人的。我从时空裂缝拯救另一个时空回来了，杨杰爷爷你回来了。高价收藏代购普洱茶，不会闹面面啊。哦，真的很难理解，现在有比 Mina 茶水表恐怖吗？ Mina 茶水表很恐怖哦，他只是有时候会看别人直播啊。我都说我今天没有订麦当劳，昨天一次把推的成员看到很过瘾，最后还加入子萱，很重要，那昨天很重要，我还有多一个粉丝了。就是 Kuro 推面面再推解心这样，所以 Kuro 你也是那个弟弟哦，你是弟弟哦，你应该只能推解心，你是神推解心对吧？感觉起来，偶像不再说我最喜欢你们，要改口，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你们说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了，我相信你们说什么呢？杰星跟面面同组，面面还把杰星推给我，因为谁都知道你是杰星神推呀、啊，造谣我吗？讨厌我没关系，请不要讨厌粉丝。布丁神推旅馆，你不是也是粉吗？你好。哎，五个欧金牌经纪人杨杰，你的名字怎么变那么长啊？你的名字怎么这么长 ？Kuro 是滴滴，我怀疑你水费没有真实写，开门让我们看一下水表，查水表吗？我来子萱直播是欣赏的最好证明。要查水表，我家没接水管。你们现在是在自己聊天吗？我就把你们的那个留言念出来就好了。
好了，我帮你们念哦。你都用矿泉水冲马桶，拯救世界回来就变成这样了，为什么？你不要相信他们讲的，只要相信我的真心就好。我在跟子萱聊天，好，卡丘，卡丘现在是跟我聊天的一号。我爱布丁，哎，女冠淘汰，淘汰，淘汰，女冠你已经被淘汰了。我一直在打字给你，哦哟，我有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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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偶像又放弃粉丝了，我想你们很喜欢在我的那个我开台的时候然后聊天。我现在我就念你们的那个留言就好了。不愿相信我也真心，最后换来一句绝情。布丁是杨杰的，布丁是子萱的。杨杰你也 out 了，你跟女冠都已经被淘汰了。布丁超级好，当然被放弃感觉很恐怖，没有，我开玩笑而已。那我去跟布丁讲好了，不要走啊。宣正翻了，谢谢你小叮当。哈哈，你刚刚什么，我承认什么，我说了什么，等一下。我刚刚说了什么吗？我刚刚说了什么？不，没有，我刚刚马上我说布丁是杨杰的，然后之后就说不对，布丁是子萱的。我已经帮你那个改掉那个句子了。对，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哦。子萱陷入混乱，效果显著。祝你们，你们一直那里，你们一直在乱说话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。讲的话，你也信？什么啦？咳嗽 out， 你旅馆已经被 out 了。如果昨天可以拍照，子萱最后应该会占满我的记忆体。谢谢你，小叮当。布丁，我的是要我声明几次，现在好多人都在排队了，太多人太多人了。子萱也都说真的啊，对，我没有骗人，没有的。子萱说的话，比起台下我更相信子萱说的话，当然了，当然要相信我说的话。人间失格，好啦，旅冠你不要难过了啦，你有杨杰陪伴。手滑哥，原来子萱讲的话，为什么我讲的话不能相信？笔记，什么啦？所以先，记得你，我知道你。杨姐，对你们讲的不能信，对我讲的才能信。我不抢子萱布丁，我是你们和柚子的。对嘛，卡丘，你做到了最好的示范。你们就这样啊，你们就跟卡丘看看齐一下，看卡丘说了多棒。就说你们都是我们的就好啦，那就不会抢来抢去啦。其实是大布丁跟大家分享，我要跟大家分享布丁，才不要呢，布丁是我的。柚子，那是那个本田优轩，他目前就是停了一阵子。文真我的，佳宇也是我的。好，卡丘神推，大家应该学习我的单推流。酷若，你刚刚明明就说什么面面什么东西的，真的是，什么单推嘛。都我的，你们要开始在抢了啦！你要说，你们要打说我是你们的，这样子大家就会很喜欢。谁是文真？文真就是佳玉啊！布丁子萱都给你，给谁？什么？我们被卖给谁了？我要改名文真了，咦？为什么？卡丘你要改名文真？你的都你的。不录了，
封神榜粉粉，你说的真棒，我要改名布丁了。杨戬演员你太坏了，不行这样。哦，所以骷髅你是无辜的，好吧，那我姑且相信你一下，那你就是单推，你就是唯真爱结心，纯真神推卡丘，卡丘你不要抛弃我，我全部都要 JPG， 你要存档哦。什么啊？刚刚说文珍你的呀，但是布丁说他不是，哦，布丁说他不是文珍哦，啊，那这样文珍不是我的了，那文珍不是我的。想要面面，你也要想要紫萱，是你的，是我的，三阴桥福。什么时候跑出面面？对呀、啊，你什么时候说面面了？他落入我的陷阱了，嘻嘻。什么我落？谁落入你的陷阱？我没有业配，我只是念出留言而已。立志成为 TTP 最强后宫王的紫萱，我是后宫佳丽三千人呐、啊。嗨。杨坚，你是想布丁想疯了吗？还是布丁真的来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布丁来，是我被紫萱电走了哦。我是不经意的把你电走了。三千佳丽，好吵。真的是佳丽，佳丽只是活泼了点。别吵了，紫萱是我们的。好了，我就这个分割给你们吧。后宫卡，你要三千佳丽哦，很讨厌，不是那个佳丽，真的是，你们误会了，佳丽一个就够了。三千佳丽我也要，小叮当，难道你也是传说中的弟弟？不要，佳丽生已开始入党。三千个佳丽嘛，那应该蛮热闹的。没发现，发现什么？怎么啦？我没有发现什么。那我嘞，那我嘞，那我嘞。笑死，紫萱表示三千佳丽太差，一个就够。不是，我是说。佳丽只要一个，我没有说太吵，你们不要挖洞给我跳了。请紫萱老板帮我打包，我整箱带走。塔瓦克，整箱带走嘛，三千个，那这个那个无价哎，这个卖不出去，这个不能卖，是我的宝贝。我是新来的饭，守华哥，你好，初次见面。刚刚紫萱说紫萱是我们的，但是守华哥改名哦，守华哥你怎么一直改名？怕紫萱欺负栗子，我才没有欺负栗子嘞，不是卖不出去，哎，你们真的很坏耶。我不是手滑，你是我们啊。Hello， 初次见面，我们你好。我先拿百宝袋收纳佳丽跟紫萱，你要把我们带去哪里？差不多跟附近的恐龙一样，反什么反应跟附近的恐龙一样？对不起，我又听不懂了。嗨，布丁布丁。杨戬爷爷，你为什么一直叫布丁？为什么？八十粒子笔记？什么？不要再笔记了，你们一直笔记笔记，感觉我要说错话，怎么会无价呢？他价，我不是说那个无价啦，我是说价钱的价，他是那个宝贝，他不能有价，他不能用钱来买。哦哟，你们真的是。杨姐，你是跳针的，为什么一直布丁布丁布丁的？
是不是很爱哭？不会啊，他只有在感动的时候才会哭。看布丁会不会来？我们只剩下最后的30秒，你们期待布丁来吗？他可能不会来哟。福井又是九零奈的家乡哦。九零奈，你的上一个神推？哎，不对啊，你是我们，你不是手滑哥啊，所以我们也喜欢你，你也喜欢什么九零奈啊？哦，是这样啊，怎么跟手滑哥这么像啊？的表情是累了还是变凶？我没有啊，我有变凶吗？对不起，因为我这是近视，然后我看不太到那个字，所以就有时候要眯眯眼看。出现吧，文正，为什么手滑哥改名了？因为他说这样子，我们就是他说子萱是我们的，然后他叫我们。所以这样子就会是他的，然后我刚刚还没有发现，我还念得很开心。不戴眼镜吗？这样就变得不好看。帅人，我不太喜欢吃核果类，太干了，我不喜欢哟。对，我们差不多要念那个排行榜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我们来念排行榜吧。我直接拿别人的手，拿妈妈的手机念哟。来，第一名伟哲，哎，不是第一名啦，第十名伟哲，第十名伟哲，恭喜恭喜伟哲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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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伟哲，第一个终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要我说了，对不起。好，第九名是小叮当，小叮当，小叮当，第九名，恭喜恭喜。啊，第七名卡丘，卡丘，恭喜恭喜，恭喜卡丘。第六名叶兰，恭喜叶兰，恭喜叶兰，恭喜恭喜恭喜。然后，第五名 Kentano， 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 Kentano。然后，第四名是中和喵喵，恭喜恭喜，中和喵喵，恭喜恭喜。一排布丁从后面走过去，杨姐你看到了什么？好恐怖哦！哎，是吕冠啦，吕冠你看到了什么？好恐怖哦！第三名，哎，我念第四名了吗？哎，念了。第三名是 Ben， 恭喜恭喜恭喜 Ben， 恭喜 Ben， 恭喜 Ben。第二名是 Ice， Ice 你竟然是第二名哎，可是 Ice 已经去上课了，他听不到了。Ice 恭喜你，你是第二名。第一名是超级粉粉手滑哥，不对，他改名叫我们了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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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来看看你们聊了什么。子萱累了，为什么不是谢谢？是哎，对耶，我也不知道耶，对不起，我要念谢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谢谢以上念到的所有人，还有我没有念到的人，有来看我直播的都谢谢你们。我们难得的第一，哦，一向都恭喜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我都念恭喜哎。好了，我们的直播差不多就要到这里结束咯，跟你们说拜拜，拜拜拜拜，你们要跟我拜拜。拜拜，晚安，我没有那么早睡，拜拜，拜了啦，拜拜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